觉得我现在就在陪伴他。那我觉得他如果走了，对他来说，他会到另外一个世界，或者是会重新来过，我不晓得，因为这是属于宗教的范围。但是，我总觉得人生就是这样，生老病死，每一个人都要走一条路。就在这个，在他走的最后这一段路上，我陪着他，觉得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。那我带我妈去百货公司，我应该给你看我的手机里面。其中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忘记带手机，但是我又很喜欢我妈妈到那，她看到那新奇的东西的那个样子，所以我就请人家帮我们照相。那其中有一位那个小姐帮我们照相，小姐就写了一些话在我的她用 LINE 把她帮我们照好的照片寄给我，也许你可以看一下。他留下他的话，他就说我没有机会，所以我很高兴我还有这个机会。那我觉得一旦他离开我，我觉得我也没有遗憾，因为在最后的这段路我陪着他。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多，那我也会祝他一路好走。然后如果他走了，我有很多我想做的事情。那我现在都跟我的朋友说，我现在还很忙，等到我有空的时候我就要来跟你做这些。譬如说有一位郑医师部落格跟郑老师，这意思说跟你谈了那么久，希望有机会可以访谈你。他说非常高兴，他希望我有空的话就跟他联络，接受我的访谈。另外是有一位本来是台北的这个台北的的人，但是他选择了到宜兰去做农夫。那我也跟他说他那边割稻需要人手的时候捎我一份，他也跟我留了，说你愿意来的时候他愿意接待我去帮他收割。然后我自己还有想到说，我想去荷兰，去荷兰看他们的老人，他们的老人计划做得比台湾好太多了。台湾的老人的这个钱呢都在健保上面，在补助这个补助那个，补助气垫床，我妈妈的气垫床是补助的，我妈妈的那个特殊的轮椅是补助的，但是在荷兰他们是补助老人去做运动，去请一些年轻的人来陪伴老人做运动。那我想去跟他们别别苗头，从台湾来的老人，我们没有你们的设备，但是我用我们的社大的设备，我去学巴西站舞，我去学瑜伽，我去学最近我还参加这个，我那天因为这个参加了这个这个圆梦计划，要讨论事情，在那等的时候，我发现，哎呀，我们暑期班有这个东西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哎，不要看这个哈，看这个，当当当当，看不出来是什么呢？好，警报语。Put on my dancing shoe.
and then ballet hall. Hello, my dancing shoe. 啊，我的粉红色的舞衣。今天，我那天上礼拜五我去参加我的那个第一堂的成人芭蕾舞，结果我不知道要穿什么衣服，就你知道我穿什么衣服吗？我穿了我的游泳衣去了。今天我请我的同学陪我一起去买了几件可爱的、可爱的、可爱的衣服。我的芭蕾舞衣耶，还有我的芭蕾舞的裤啊，厉害吧？所以，对啊，你刚刚说那个啊，就是我的日子，除了我妈妈以外，我在想，我也要有我自己的生活。所以，但是我的生活呢，我就不去做这些静态的。我的二胡收起来了，我连我的箫。我为什么要消呢？因为我带着我妈妈的时候，她在那休息的时候，我就拿起我的消在那吹，结果我们的吹了一年，半年嘛还多久？我们的邻居，我沿着那个路走去公园嘛，就那个我们的邻居说，哎，你现在吹得比较好了呢，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连声音都吹不出来。嘟嘟嘟！现在我可以吹一条曲子了。他们来跟我说：“哎，你的箫有进步哎。”但是我怎么一手牵着妈妈，一手拉二胡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我的同学，这是我的同学，他到那时候我妈妈还不需要这样，所以我那时候我是学二胡的。看一下衣服，那个衣服又啊露出。啊其实那段差不多，嗯，对，刚后面的，其实我觉得讲到成人芭蕾那个，应该后面应该还有什么要补充吗？让我把它讲完好了。好 ，OK， 那你要对他讲，对啊，你要录这个吗？嗯，那时候我是学二胡的啊，秀妍还到我们家来，我们一起拉二胡。对对，然后我妈妈在旁边听，我妈也很喜欢。我们在那拉二胡，唐大哥在那教二胡，然后我妈在旁边听。有时候我们还会拉一些妈妈会唱的歌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后来妈妈越来越不行了，那我就放弃拉二胡，就去学这个。所以我带着妈妈的时候，我就一面拉着他一面吹，然后后来邻居说，哎，你有进步了。但是后来连这个也不行了，因为妈妈住在这里去了，所以我也换了，现在要运动，所以穿上我的办公室芭蕾舞，让我的身体会好。哎，好了，他们已经录好了，是。谢谢，不客气。谢谢你，一路的陪伴。不客气，随时找我。不客气。